大家好，我是老霍。上次有位城里的朋友不是叫我帮他介绍对象吗？我已经帮他物色好一个男的了，我觉得这个男的还蛮适合他的要求。今天我拿这个男的照片还有信息来给他看看，看他同不同意。走吧，他已经在上面等我了。对，怎么走啊？啊，快点，快点，来过来。哎呀，对了，朋友，慢点，走。飞机。嗯，好。那个柴火哦。哎呀，好，一没好，一没好干嘛。哎呀，烂坏了，妈，怎么过来？哎呀，你搞的没有什么的，眼睛眼力没有什么。反正天天都冇事，啊，今日是挂的呢，爷爷的。啊，我咧，第三场来的咧，我也没时间天天和你见面，是呗？是的，是的，这种能来你们要什么来，自己就买的来，要什么过来。哎，我再讲。好好，多谢啊。你走，你走。听他。得了，我闷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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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闷着。没，我爆了，刚刚到了就闷着，喝点水，闷好。随便你咯，闷好。那吃肉不？没用，留下我不吃。这上次我们来讲，帮你介绍我一个男的嘛。现在我帮你物色了一个了，你讲来跟你讲，跟你谈，是吧？很乖了嘛。哎，那我都要这个，那要这种的，未婚啊，青年男女的多啊，要这个，这个门结婚咯，这离婚上奥的是嘛的，我都要，这帮男的，我拿给你看。哦，是那个那裸照。哎，这个裸照干嘛？要负责任的啊，这个是没，我有负责任是没？没讲裸照的呢，我跟你谈呗。这么多张相。他的身世的就看哦，他家庭是你自己看不来，大家还是要一个他老婆要本呢，你死活就拿你蛮好的，带他的这个债来得蛮好的，钱他老婆要本，你死活呢，他钱好多的钱，帮他老婆还有他在人家帮人家开车了，等等。可以啊，然后条件可以，然后又分手了。哎呀，他起码讲呢，他老婆又本地，他蛮多钱啊，有房，就我那边，我不他们，看他们就可以，他们呢适合你，我看到那边，我觉得我那边也是蛮好的，对吗？他的想法在，对，这个。神奇的婚宴，对的了。那这个是他的，这个是他小孩呢，他小孩的呢，他有他小孩的照相。可以啊，不难。人还蛮那样，神奇样样跟你看过。我觉得还蛮好的，给你安排的，那你，什么你？你谈两个，买那一个的讲，莫以为你都含含糊糊的，没跟我门口的，好没好？我讲，有什么呢？有什么话呢？什么没做的呀？你可以跟我讲，我帮你调好，是没？我讲一下先了，跟我慢慢交流先。你也没怕讲，这个男的他的有压力，有孤单，对没？没有毛单了，他老婆去结婚，你看他欠一个贫苦的债，欠好多的钱，他就帮人开车、泊车，你看开泊车、长途车啊，长途车他一个月要2万块、7-8千等等，1万块左右工资，他还了这些账，原来他没欠账了，还在读书了，他现在工还在读书，所以他要。一点的经济能力没有多的，像养活你没有负担，对没？
他就像赵宇国这样，他做的这样的努力就像赵宇国这样，没有啊，在一道摇一要的没摇嘞，一把他的债打过，你自己的债，我呢，他先给他话债，帮他债话，他话债债有木矮，第他话债好点，他跟得嘞，第外头开车嘞，他一样过难过生，对不对？他话债一样，喊他讲，债有一个伴侣，债有老伴给他，这样就难免我给他也是好命的，对不对？是我是和我了，我是觉得这样像那抽烟人之类，我觉得这样不能够搞，有点难受。啊，没有事啊，这个，这个是慢慢慢慢调和，对不对？慢慢他会改变，这个可以改变的是吗？因为这样性格是改变不了，是没？这个呢可以改变，他去帮人开车，一样有时候打瞌睡，他呢一样力大，是没？都是在这里了，那你就试着去跟他联系一下了嘛。哦，我看他打你的电话，你也在加你微信哦。啊，你就跟他聊天噻，是哦。然后试试看的哦，跟他的电话交流吧。啊，他试着交流了嘛。哦，他打电话给你，然后给你号码给他了不？你同意了，我就给你号码给他，他就打电话给你，跟你交往嘛。你人家不交往的嘛？哦。你始终和几个人吧，交往些嘛，好，好，然后聚财了，好，反聚过来，有冇反你咧？没，像我冇反。